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胡一天。其实每一次罗伊威的秀都特别让人期待，然后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水啊、雕塑啊、机械这些元素，就感觉古典跟现代融合得特别好。本次我种草的单品是 Puzzle Tote 的那个手袋，因为它其实特别能收纳，而且它有一些特别的设计，坚固好看的同时它折叠起来又能变得很小。本次我穿的是应该是2023的一个秋冬款，这么一个丝绸的绒面，其实我觉得刚好也契合今天的主题，如果有光影洒下来，身上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，像水一样。不会搭配的男生，就像我这样不会搭配男生，我觉得白 T 纯色的 T， 黑色的长裤，然后帆布鞋。咱就说胡老师的采访主打一个真诚，我觉得王者或者青铜都有点过分，我可能是铂金吧。接下来其实像结束今天的活动之后就安心回横店拍戏了。